算丁又用，算母又吃，再来的海南又用四点。大家好，我是六拍子胡世龙。今晚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每日食经海文大桥。文章来源人民网海南频道。六拍胡世龙地平本都老小家海文大桥为海南道东北段东西港率海口的地连接海口跟本乡的世界我爱大桥。大桥地势本乡是福大连附近北港道之一，海口市人工连下市连接海口市江东大道东后石崖达达两一一转大桥宽度5.5公里，其中我的大桥路崖达2.99公里，渡桥路地面60米，下怪这边我打一点不一米算桥算大西中顶有六下道一级公路标准级别导演为文渡人加以文教爱惜据介绍海文大桥在海南顶有些日来后世规模最大桥下最快瓦路对路街，路卡顶多面，各条路条拉桥。也伫国内行前，行王级别对怪，刚唯一瓦绝伫前大行对两街，瓦爱大桥。作为爱南定，人念叫红红木，只桥六路东街只桥，福大大桥，地爱新闻只气味。经济环境能由交通控制地更新，也伫海南世贸试验区，海口江东电气街南部门户，大桥封车后，从文桥后台到海口街路线，将由原来街这个外对地，特别是二十五站，跌就遐。